在我们女性哈，其实要逐这个梦哈，其实它是有困难度。我自己我觉得自信跟勇气是很重要的。人类哈，其实是因梦想而伟大，因实践而不凡。逐梦当然是您必须要不是很空泛的，你可能会有逐了很多很多的梦，但是你没有办法逐一的去实践它。那这样子的梦其实就是白日梦，我们还是要坚实的去认知，就是说你真正喜欢还有真正你想做的。那我觉得说还不如把这个梦想把它当成是你的愿景或者是你的理想，朝着你的理想前进。在我们女性哈，其实要逐这个梦哈，其实它是有困难度。但我自己我觉得，自信跟勇气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你如果没有相信自己的能力，你是没有办法来把我的梦想来完成的。那再来就是要不断的学习跟成长，我们可以从很多地方、社会上还有很多好朋友那边学习到我们所需要、我们所缺乏的一个知识哈。最重要的是人际关系跟沟通能力，尤其是我们国际社团，我们所面对的是将近20000个会员，因为每个都是企业家，在社会上都是很棒的精英，我们要如何来跟他们做很好的沟通能力，我想这是我要学习的哈。